I'm okay. 好事千祈唔笑，佢好惨。上咗车，佢发现驾车返去看线嘅，更佢发现自己出咗，犯咗去看线。不过呢啲白痴嘢成日发生，千祈唔笑，佢好惨。分钟之后，佢又翻到将军澳，将呢件事 WhatsApp 话咗俾大家听。见月台有车，上咗车，电子又系康城车，依个真系无限轮回。唔好笑，千祈唔好笑，佢好差。过咗一个钟，佢已教。